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。你为什么有气无力的？啊，每次动作不一样。对，我们这个节目真的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人想要来。怎么样呢？今天来了四个，一口气一次要上台四个人。没错。怎么做、啊？没有了，我们两个要传给四个人。对对对，很混乱的。没有了，只有一个人要上台讲，那他们来四个，一个团体就对了。没错。什么样的团体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他们很多神曲啊、哦。很多神曲的四人团体，哎，有没有？应该就是那个了吧？应该就是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非常非常接近，接近吗？超级接近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各位观众，万众瞩目，掌声欢迎2020年金曲最佳乐团灭火器！耶！欢迎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非常欢迎各位来到这边。对，我希望那个我们的粉丝应该是重叠的吧？是吧？有啦，一定有重叠。有讨厌我们吗？部分重叠，部分喜欢，部分讨厌。哎，对 对，我想是这样。这个部分越来越多了哈。对，有一部分是那个嫌我们政治太正确的，应该就是你们的 TA。对对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对吧？对吧？对，今天不用担心，对对对，完全不用担心。你今天的稿呢讲出去之后，绝对没有人说你们政治太正确。OK， 帮我们洗白。今天这个本讲完，不是白、欸，两边的粉丝可能会越来越分歧，对，混为一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大正要上台嘛，对不对？其他三位可以陪我们一起，就是共享这个很好玩的故事。可以尽力持教。你们会想要看他被整吗？当然，蛮期待的。感情这么好，你们想要讲个两句这样之类的。那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四个都来吗？欸啊、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三个压得住你们两个，我有手势就开扁。对，哇塞、OK， 还是你们自己有准备一个本？你现在还有时间改稿、啊好？一个小时，好，没有问题哇。我们呢，好了，希望等一下大正在台上不会这样。Ready go， 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灭火器主唱杨大正。乐团啊，大家都只知道主唱的名字、啊。很多乐团哈，大家都只知道主唱的名字。我们灭火器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我们灭火器没有这个问题。你们是不是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？你们是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。大家好，我是灭火器的主唱杨大正。乐团圈里面哦，我跟 Freddy 最好。乐团圈里面哦，我跟 Freddy 最好。因为很少有主唱唱的比我还难听。很少有主唱唱的比我还难听。各位有不吃的食物吗？各位，你们有不吃的食物吗？我超讨厌茄子蛋。我哈、哦，超讨厌茄子蛋。我们乐团会叫灭火器的原因？我们乐团哦，会叫灭火器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都很讨厌放火。是因为我们都很讨厌放火。好啦，老实说啦，啊，老实说啦，灭火器是我随便取的啦。灭火器是我随便取的啦，跟我老婆一样，我随便取的。跟我老婆一样，随便取的。但还是建议大家取名字很重要啦，良心建议大家取名字很重要。我们已经组团20年了。我们已经组团20年了。你现在 Google 灭火器，还是在讲防灾措施？你现在哦。去 Google 灭火器，先跑出来还是防灾措施啦？好，刚刚讲到老婆，好，刚刚有提到老婆，我现在的老婆叫山东，我现在老婆叫山东，我很喜欢吃山东的小馒头，我很喜欢吃山东的小馒头。我们原本的鼓手吴迪在去年退团了，我们换过很多鼓手了，原本的鼓手哈吴迪他在去年就退团。今年灭火器就拿了金曲最佳乐团。今年灭火器就拿了金曲最佳乐团。终于熬到他离开了。终于熬到他离开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没有了，没有开玩笑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能得到金曲奖啊？我们能得到金曲奖、啊？当然是因为那是民进党操控的奖项。当然，那是因为民进党操控了这个奖项。很多人喜欢帮别人贴标签，很多人喜欢帮别人贴标签。我们灭火器也被贴过很多标签，我们灭火器也被贴过很多标签，像保存期限啊、使用方式，像是保存期限啊、使用方式啊。之前陈金峰退休的时候，之前哦，陈金峰退休的时候，我帮他写了一首歌《陈金疯狂》，我帮他写过一首歌《陈金疯狂》。最近我在挖鼻孔的时候，又写了一首新歌。最近哦。
我在挖鼻孔的时候，又写了一首新歌。Kobe 死了。Kobe 死了。最后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啊！啊，最后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啊！《岛屿天光》这首歌大家听过吧？《岛屿天光》这首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。原本是这样唱的。原本是这样唱的啦，哈。天蝎将将根，横流大下来苏兰巴。天蝎将将根，咱就大声来苏兰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正，我要去杀人了。不秀不秀不秀，还可以吧？很好，很好，他们都笑得很开心，我笑得很好，选都馒头，我其实蛮 enjoy 的，但后来我想说，我还有这个还没用，哇，你现在在用了吗？在其中。今年是你们成团20年，然后你们接下来要回到高雄办一个年底的演唱会，这样。来到这边受那么多委屈也是为了宣传嘛，好吧，好辛苦啊。宣传什么嘞？宣传灭火器成团20周年演唱会，2020。On Fire Day, Fire Next 新篇章演唱会，灭火器20周年在高雄，12月26号在高雄9号码头。希望把最后这个机会，就是说一些刚接触灭火器乐团的朋友，你可能想看灭火器是什么东西，那这是一个不错的状态。如果我刚表现得不错、哦、各位大老板就是一人买了10张这样子、哦、那我们挂个 Sold Out 也是盖有名著啊。恭喜灭火器，满20周年，希望你们有很顺利的下一个20年， okay. 然后祝你们演唱会顺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波恩，谢谢老 K， 谢谢，谢谢大家。